这个洪都拉斯哦，讲要跟咱断交，这切拢是钱开无够多啦，不是啦，什么是钱呢？这拢是阿强的阴谋啦。哇，这个阿强啊，一日假啊，受坑受办，在国际上啊，要跟咱孤立呢。意思讲话，咱是好朋友啊，伊拢把互人搞得掉啦。哦，要用钱啊，跟咱一挂好朋友跟咱窝窝去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好嘢呢啊！你有钱了不起哦，去用断交，那不是头一摆，我嘛已经足惯习啊，断交就断交嘛，对不对？咱嘛不是讲哦，断交咱就无分好食，对不对？啊，搁有啦，人就跟你讲啊，洪都拉斯是一个国家，啊，洪都拉斯是一个艺人，啊，两个人根本就坎坷奈嘛，一个是宝盖洪，啊，一个是水贡洪，哎，就是一个国家一个艺人，跟一点么关系都无嘛。网络顶管哦，讲伊那叫洪都拉斯出来说明，啊，是要说明什么物件？当初是你来看麦啊？伊嘛讲过哦，绝对袂因为讲洪都拉斯跟咱断交，吼，伊就改这个名，洪都拉斯提出改变，迄嘛是正港的台湾人。哈，大平，我怎样啊？办啊！你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就是我姐姐表妹，大学同学隔壁班的叔公，伊把我封锁门外啦。啊，是安怎来叫封锁的？就是顶个礼拜甲我借3000块要出资手游，啊，我都讲袂啊，因为伊顶个月甲我借，顶个月甲我借，顶个月嘛甲我借，我都无还呢。我无还哦，靠还。来来来，我解决啦，就解决啦。下个室友的隔壁的，我们来个删。你怎么给他删掉了啦？是给删掉了，我在帮助你呢。哎，我删掉了都无人会跟我跟你借钱呢，一劳永逸呢，下面。什么朋友，你当给他删掉怎么办啊？这种哦，用金钱交往的哦，这种的哦，友情哦，哎，袂固定啦，啊，用心交陪的这种的，才会当做当作真正的好朋友啦。知不知啦？来，我是啥呢？嘿，阿红少侠，欢迎大家来呛虾，我是阿红啊，我是刀。哎，今天不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关心最近啊，报道大代志，这洪都拉斯哦，讲要跟咱断交，这切拢是。钱开无够多啦，不是啦，什么是钱呢？这种是阿强的阴谋啦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，大家好，哇，这个阿强啊，一日假啊，受坑受办，在国际上啊，要跟咱孤立呢。意思讲话，咱是好朋友啊，伊拢把互人搞得掉啦。哦，要用钱啊，跟咱一挂好朋友，跟咱窝窝去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好嘢呢啊？你有钱了不起哦？你若有钱，我跟你讲，我落地啊。我想要提钱我看，叫我落地也嘛无钱啦，有啥物了不起啊？咱人唔通安尼啦，对不对？你做甲安尼对，阮是要做朋友啦，做从今以后，我阿红啊嘛受够性，以后买得用钱来所有物件哦，我嘛无要甲你用，嘛无要甲你用，嘛无要甲你卖啦，安尼会艰苦袂？啊，唔过塞，嘿，刚刚虾皮通知你说要去取货哦，对啊，哦，红上啦，嗯咩？什么？我去山顶了好，你是想听人话，不想听人话啊？我来讲，有即马开始，我无要用美得一千来物件，对不对？啊，虾皮我是怎啊订的？今仔送来，甲今仔就空起来就无关的。你知也唔知啦？我跟你讲啊，即马时代无同啊。无同。你哦，安尼讲哦，就做那个什么小红兵，要甲你出征哦。甲我出征？我要甲征嘞，甲我出征啊！我敢袂惊？我红什么人？我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，南港来就吃，北港我再落车的嘞。我什么都唔惊啦。有啥物通好惊的？对不对？上无啊，就是讲你的节目后边，你甲写报一条讲哦。以上的节目内容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，纯属戏剧效果。啊，那内容呢，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那就雷同。你是靠近啊？是靠伊伊啊？靠推推嘞？你真是靠推推嘞？我跟你讲啦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。叫断交，那不是头一摆，我嘛已经足惯习啊，断交就断交嘛，对不对？咱嘛不是讲哦，断交咱就无分好食，对不对？啊，搁有啦，人就跟你讲啊，洪都拉斯是一个国家，啊，洪都拉斯是一个艺人，啊，两个人根本就坎坷奈嘛，一个是宝盖洪，啊，一个是水贡洪，哎，就是一个国家一个艺人，甲一点么关系都无嘛。网络顶管哦，讲伊那叫洪都拉斯出来说明，啊，是要说明什么物件？当作是你来看麦啊。伊嘛讲过哦，绝对袂因为讲洪都拉斯甲咱断交，吼，伊就改这个名，洪都拉斯提出改变，迄嘛是正港的台湾人，对不对？洪都拉斯有红无？有无？有没听过洪都拉斯无？他又不红。他不红。他不红。你再讲一次。他不红啊。你再讲一次。他不红。哦，咁咪讲歧视，讲我不红啦。伊在红的时阵呢，你看唔知伫倒位啊嘞？他红的时候，你还不晓得在哪里？你不会 Google 一下？咁咪歧视安尼，有无？就是他。啊，就是那个叶教授。嘿，康！各位现场来宾以及电视机面前的观众，大家平安，大家能够了解得到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
有嘴是讲到无烂啦，有饭是食到无饭，有汤是啉到无汤啦，有厝嘛会卖到无厝呢。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当初那厝卖掉去，你得当得金钟奖。那就是那个金钟师弟陈雅兰啊。是的，我安尼洪都拉是有红无啦？你有印象无啦？我刚刚有呢。